我们圆，沙哥圆回来。我给你圆。你穿着透明的衣服。你怎么了，小宋？你怎么了？一个游戏玩命是吗？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，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请听歌。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 沙哥，让梦滑向我的心海。沙一哥给出的答案是让梦滑向你的心海。干嘛？你的干嘛？让梦滑向你的心海。最后答案是，让梦滑向你的心海。是不是正确答案？都给我连着。三，基本上是对的。二，一，请判定。你的心海肯定是。 哦，错了！哎，给我一个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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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是什么？让梦划向你的心海，不是吗？不对吗？你的答案跟沙哥的一样啊。低和的。让梦划向我的心。我的。不是不是你的，听一下正确答案。我喜欢回答。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它是一个转音。你心海，哎呀，我唱半辈子了，都是唱的你的。确实，还好没抢。再来，醉了，师哥醉了。还想再来，再放一首周老师的。沙哥，我这钮不好使了。上。
来，唱歌，唱，快点的，小宋，你说你会呀、啊？我这个会，这个会。你会，他会，他会，他会。没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八九。纵然是我，耶耶，让我流泪。纵然是我伤痕累，啊，纵然是我黯然憔悴。伤痕累累，纵然使我黯然憔悴，伤痕累累，确定吗？确定。黯然憔悴，确定吗？确定。确定。张哥，你觉得对不对？我觉得小宋准备拿伞吧。心碎吧，那是不是？三。黯然，等会儿。黯然心。二。一，请判定。Yes, sir。哇，天哪，不对吗？纵然是我苍白憔悴。没事，只淋了你一个人。没事，小凤的脸就是苍白的，这边就是憔悴的。沙哥，沙哥，唱，唱啊！得，唱啊！唱啊！唱，太打脸了！唱，唱啊！太打脸了！哦，不要不要哭泣，哦，不要不要哭泣，哦，在这深夜，让我带你回去。好像真是这句，真是这句。在这夜里还是在这深夜？在这深秋。深夜。在这深夜，在这深夜，让我带你回去。强姐，对不对？哦，在这夜里，让我带你回去。对，在这夜里，让我带你改了。刚不是确定了吗？改不改？刚没说确定。啊，没说确定。改了。没说确定。没说确定。现在确定了。哇哦！这回不是好的了。正确答案就是你们的第一遍答案。强点。不能再玩了，强点全学会了。真是深夜啊！楼外楼有一位乐手，啊，这位乐师叫小宋，去年呢也来了王牌乐队王牌，进行了一段音乐转世，一个和弦，唱了好多首歌。今年我们要给小宋乐师也增加一点难度啊。小宋，这样，你呢就把自己最近在听的歌现场临时编成一首串烧，直接演绎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小宋！加油，小宋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楼外楼就靠你了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，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，像云朵。你也想靠近吧，直到你睫毛轻刷着我脸颊，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没有你日子很黑白，
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分享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献丑了，献丑了，很棒很棒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哦厉害厉害，哇真的自弹自唱，很棒，不错呀，而且他这个像现场现弄的。肉啊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小松确实是这个陶喆歌粉丝，自己的偶像帮自己和声的感受怎么样？很美妙，很美妙。今天都遇上了，这样四手连弹一下怎么样？那我弹，然后你唱主唱，我帮你合音。好的，真的，相信我。来吧，你说爱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，我在意爱爱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，我感激你对我这样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So I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。我们唱一首你们的歌吧。好。关于你小星星星滴滴答答，渐渐渐渐我渐暖早都分不可惜乱绵绵，欢喜的眼之间的试探尤为明显，渐渐渐渐你去冒险，受伤心令人眷恋，笑容化在柔软的云间，想融化在我跟你说，哲哥其实一直是有关注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其实有一次我看了小宋的一个，他PO了一个他自己在唱我的歌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在准备一个演出吧，我看到我就特别的有能量，两个不同年代的人，可是我觉得可以交朋友，透过音乐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这个珍惜的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我有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，哦，其实也是我在演唱会当中用的一个耳机。哇，这么贵重啊！哇，当你在演出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我，这样挂着，可以吧？啊，哇，所以希望你会喜欢小宋。我真的太感动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来来来。Yeah。在等。
的对象，想给我一巴掌，反正我没劝退，梦里都是假象，我只是太想要分爱。只是太想被好好对待，但是呢，我心中的遗憾，难道我身上贴着过去过去？可是呢，我心中的海填满不回来回来。不问诺望，琉璃白盏死的一回，相信一回。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知音的特征。哦，这样吧，从糖糖开始。没我好看。没你好看。这范围也挺大呀。别只看着我，你们也不咋地。我看那个方向而已。陶喆哥马上看上我。没，你是最容易看得到的，最容易看得到。最容易看到。我俩对视到了刚才。不好意思啊。杨迪。他的长相人间罕见，哇！你不会自己一伙儿吧？怎么干嘛？说的好像珍奇异兽一样，自己去悟。腾哥比杨迪强。陶喆哥，眼神非常的迷人。眼神迷人，这一下就把我暴露了呀！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大哥。接下来，耀文，特别帅，特别帅，特别帅！你们不会玩我吧？腾哥都快飘了，你们再这样。你为什么这么自信呢？小彤。充满童真，很可爱。腾哥先排除在外，童真早没了。小童可能是跟腾哥是一组。你说出道理来。这句话看似形容的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我觉得腾哥在小童的眼里宛如一位少年。夸过了是吧？夸过了，确实啊。小宋，你知音的特征，非常有魅力，非常有魅力，魅力这个。华强，大帅哥，超级大帅哥，男的，你连性别都给出来了，大帅哥，超级大帅哥，大帅哥，大帅哥。我觉得，谁？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天天自称大帅哥，刘耀文。最喜欢说我帅帅，也没有，也没有。然后想说大帅哥跟刘耀文肯定能对上，因为刘耀文形容对方是特别帅，两个人肤浅的要命。特别帅，大帅哥肯定就是互对内互夸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个问题啊，请预测并且描述一下你的知音在20年后他的事业运会如何。20年后，腾哥来形容一下。20年后，他的事业登峰造极。哎呦，天哪！哇，腾哥的知音是他不好意思开玩笑的人。如果是我，你觉得能登峰造极？要人来，肯定一帆风顺，顺顺利利的。没有让你在这写明信片。没有，祝你一帆风顺，朋友。这种有点模棱两可的挺好。飞黄腾达，这个感觉能形容每一个人，无所不能，扶摇直上。孩子越来越虚了，宛如昨日。整这些模棱两可的不行啊，有点模棱两可的挺好。哎，
那我觉得，糖糖可能跟迪哥是一组。迪哥形容糖糖宛如昨日，嗯，有一种在形容一位女子，祝福她20年后永远美丽年轻。那个词儿叫什么？冻龄。对，冻龄女神。上一轮糖糖形容的是没我好看，其实腾哥，我一开始写的是你，后来发现哦，原来是只能写对面，我就改了。不是腾哥就是我呗，没我好看这词儿，咱们只有外貌。大锤哥，你知音20年后的事业运？20年，我认为对于华语音乐会有很多的贡献。哦，腾哥和唐嫣姐先排除了。华语音乐20年之后，我说不定我磨出来了。我说不定我磨出来了。你别磨华语乐坛了行不？华语乐坛这个信息太有效了哈。我唯一勾的一对就是哲哥跟唐嫣，看来我错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改成谁？花花啊。嗯呀，我不会得罪小宋了吧？他俩，我觉得小宋、花花都有可能啊。哎，现在这水断的。来，花花开始形容，感觉会成为一代传奇。嗯，这我想认下来了。这个对，我觉得没毛病。你觉得是谁？我都还在算呢。20年之后，香姐，你知音20年后会怎样？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去转行做生意，哦，也有可能奔着那老艺术家的方向前进。你这知音本身岁数已不小了哈。你看，就这小孩小宋，他不是也20多了吗？他要是40的话，啊，不是也奔着老艺术家的方向前进吗？小宋，你从小宋哪儿看出他做生意的那个天赋来了？那不一定是他呀。那谁呀？那不能说呀。我还没老糊涂呢。小童，希望他可以依旧有创造力，有可塑性。可塑性，那就是说的是演员。演员，哦，可塑性。而且塑造角色的那个能力还一般。小龙，你的知音靠啥在圈内吃饭呀？靠老天赏了副好皮囊。哎呦，不会是哎，我沙石哥呢？小宋啊，以后啊可得好好演戏。问题已经问完了，别的也不多分析了，因为万一多分析了也容易暴露自己，对不对？咱们所有人写下自己内心的判断，除了你这组之外，另外的四组知音分别是谁？写下来。来，统一亮题板，答对多少组就拿多少分啊！这等你是啥？哎，这是啥？小童感觉做了一道数学公式啊！好了，咱们公布一下本轮最后的正确答案。腾哥的知音小童。花花的知音强姐，糖糖的知音杨迪，小宋的知音陶哲哥，浩翔和耀文也是一对知音，很明显。满分拿满分，满分，全猜错了。第二轮换一种方式啊，请用一个动物来形容知音的特点。哎呀妈呀，这难度上来了。这个动物非常的长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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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龟吗？鹤，鹤，你这个鹤是形容词还是语气词啊？鹤，鹤，这是个姓吗？哦，鹤啊，啊，那就报我名呗。强姐，八哥，八哥，嗯，八哥是话很多的意思，话贼多那种，嘴有点碎呀，啊，那个
嘴碎，就那种黑色的八哥。是你吧，腾哥？小马，我觉得那个土拨鼠，土拨鼠，土拨鼠有个什么特质来着？哦，那是牙象吧？我啃，我不是你的鹤吗？土拨鼠的眼睛也很大。糖糖，它像什么动物？它像河马。河马。那腾哥像不是河马？我觉得他形容的是皮肤好了，在水里泡着。花花，我这个像小兔子。小兔子？小兔子是牙吗？可爱。不会是鹤吧？你啊，我像小兔子，你跟我开玩笑？张哥觉得他就是小兔子。不会是迷惑？小鹤，猫，比较霸气的猫，比较霸气的猫。谁是那只霸气的猫？沙哥呗。哦，对，沙哥说鹤哦，像萨摩耶。萨摩耶就挺看起来挺温顺的。那你形容温顺为什么还非得用一只狗呢？他要用动物形容，那也比大哥和河马是不是？哎呦呦，你这么说强姐。这孩子。小丁形容一下。怎么说，像树懒。但我没想到你身上沾动物特性这么多。河马、树懒、黑八，还得是黑八哥，八哥里面最磕碜的那个。好，到腾哥形容了。像牛。牛。还有就人家就是牛，不敢再说别的了。这是个形容词。好，最后一轮问题了。这轮的问题是，你的知音如果不干本行的话，你觉得他适合干什么？ model。 强姐形容一下。那个公共关系经理。公共关系经理。好，糖糖可以做任何行业。万金油。哟，那我师哥呀。我哪儿？好，小彤他适合干什么？适合适合来王牌的游戏组当 PD。 为啥呢？是个人就能干是吧？是因为他就是很懂，就是游戏组想要什么。哦，这个人很会玩综艺游戏。好，小丁他适合干什么？烤羊肉串。烤串这我得认领一下。我时不时的就得烤一次。对。小马他适合干什么？开舞社。开舞社是你。唱歌。可以做心理咨询师。心理咨询师。设计师。腾哥他适合干什么？开酒吧。这样啊，我就直接公布答案。第一组知音，沙哥的知音，请起立。鹤，它像河马。嗯，对了，小丁，就是我。那个土拨鼠像树懒。小鹤的小兔子比较霸气的猫。这又错了，又错了，这是好吗？小童。我张哥
那最后一组就是鹏哥和强姐啊，一条龙爪，两条龙爪，从自己的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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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他就是，你看他身体会有一个，哇，就是古典舞的那个声音，就像在云上面翻腾一样，然后我们就跟着音乐就来一遍吧，大家都学得很快。呼吸，云间转腰，青龙探长。向外走，向内看，大步向前，我的时代无聊的大人小孩，固执着自己活该。漫长岁月逼我长大，难道还感谢吗？纷乱之中紧紧守护，一夜成长自我，意气风发去勇敢，在夕阳里绽放烟火，流言扎破。You're ready for the fight， 背负凝过后劲发力，去搞清楚我要什么，灿烂内核炙热的加力，看我去上线突破边界的光，改变规则，大时代远播的美梦一场，假面我血肉模糊，铭心刻骨的成长，大时代佩戴重生的徽章，绝望一次那又能怎样，大不了从头活一场。你要快乐自己带走，峥嵘点缀伤痛，我选择了自己喜欢，怎么会放弃呢？小时候吹过的牛，长大以后对线探索，不幸与时间将我努力开花结果，想来全都让它散汇合，去做一所一我制定下规则，女儿的野心不再是过去的我， Kill that type 不软弱，你开始就看到了胜利，保持加速度 You can't stop me， 不留退路是必偶然，命运都转在我手里，改变规则，强大的我，我就是我，大时代远播的美梦一场，假面我血肉模糊，铭心刻骨的成长，大时代佩戴重生的徽章，就这一次掌控主场，放肆体验是不可挡，向外走，向内看，大步向前，我的时代去创造，我的时代去未来，我的时代无聊的大人，故事的小孩，一起来陷入疯狂，承诺和麻木在这里无限释放，有真实才有我最好的时代，想念我血肉模糊，铭心刻骨的成长，但是在佩戴重生的徽章，就这一次掌控主场，放肆体验是不可挡。向外走，向内看，大步向前，我的时代无聊的，但是小孩固执着。